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。诸皈依佛者，终无堕恶趣，舍此人中行，受天清净身。皈依于佛者，终不堕恶趣，能断人中身，得天身受乐。于诸圣贤心生清净，亦当绝除一切魔妄，而能出于生死旷野，拔忧恼见，善知皈依或甚妙乐。谁有皈依佛不得利益者？谁有皈依佛而不解脱者？谁随佛教旨而不断烦恼？善哉能坚持，是狮子所说，宁舍己生命，护法不毁犯，我今亦为命，如是显大法，皈依离热恼，摩尼解脱尊，坚持境界者，我今已归命。妊娠女人恐胎不安，先受三皈依而无加害，乃至生已身心具足，善神拥护。受三皈依有三十六善神王，随足护汝身。佛语是为三十六部神王，此诸善神凡有万亿河沙鬼神以为眷属，因相翻代，以护男子、女人等辈受三皈者，当书神王名字。
带在身上。行来出入，无所谓也。必除邪恶，消灭不善。未为受以信尽三宝，诸天善神必用护庇，不令横死，不遭病难，皈依佛者，不堕恶趣，得生天人中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尘世礼佛有五事功德，云何为五？一者，端正；二者，好生；三者，多财饶宝；四者，生长者家；五者，身坏命中，身善处天上。所以然者，如来无语等也。如来有信，有戒，有闻，有慧，有善色成就，是故成就五功德。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诸佛塔庙，得十种功德：一者，得妙色，好生；二者，有所发言，人皆信服；三者，处众五味；四者，天人爱护；五者，具足威势；六者，威势众生皆来请附；七者，常得清净诸佛菩萨；八者，具大福报；九者，命中升天；十者，速证涅槃。是名礼佛塔庙得十种功德。若以清净心于如来灭后供养舍利者，或造于塔庙，即如来形象，于彼塔像前扫涂曼陀罗，以种种花香散布于其上，以诸妙香水而浴于佛像，上妙诸饮食，净食以供养，赞礼佛功德无量难思议，智慧及神通
诸善巧方便，悉皆到彼岸。尔时，大王闻思于矣，生老结束，而作是言：呜呼！赞佛功德，乃获是报。比丘答言：大王，勿谓是过，受报如此。复说偈言。名称与福德，色力及安乐，已有此功德，人无轻贱者，微光可爱乐，意志生宏广，能离诸过恶，皆由赞佛故，如斯之福报。贤智乃能说，受身既已尽，过于甘露积。尔时大王复问比丘：赞佛功德其智云何？尔时比丘说偈答言：我于大众中赞佛十功德，由是因缘故，名称满十方，说佛诸善业，大众闻欢喜，形貌皆悉夷，由前赞佛故，颜色有微光，说法得尽苦，比如来所说，与诸修善者作乐因缘故，得乐之果报，云何名之佛？说言有实力，诸有得此法，不为人所亲，况诸说法者，生于法座上，赞立佛功德，降服诸外道，以赞佛德故，或于上妙身，便为诸人说，可乐之正道，以是因缘故，犹如秋满月，为众之所爱，赞叹佛实德，穷劫犹难尽，假使舍消思，终不终修废，常作如是心，世事受身处，言说悉变妙，说佛自乃至，增长众智慧，以是因缘故，所生得胜智，说一切世间，皆是业缘作，闻已获诸善，游离诸恶故，生处离诸过，贪嗔我见等，如油注热铁，皆悉消故尽。如此等诸事，何处不是意？我以因缘见，坏如诸广工，复以言辩复，
思维善说默。佛言：大王，若以上妙饮食供养三宝，得五种利益：身相端严，气力增盛，寿命延长，快乐安稳，成就辩才。如是南瞻部洲一切众生、父母、妻子、男女眷属，如上古师随愿所求，无不圆满。善男子，菩萨已曾成事供养诸佛如来故，而不生于邪见之家。若生其中，诸缘不具，与善知识不得合合，是故菩萨不生其中。与善知识修行善法，由是得生正见之家，诸缘具足，增长广大殊胜善根。善男子，菩萨诸根终无缺减，若缺减者，于佛法中即非法器。然菩萨以积极福业故，于佛法僧及至多所成事供养故，得诸根具足，堪为法器。以供养佛者，其福甚多，如是有情，受甚妙乐，速当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供养法者，生诸善根，智慧增长，当得觉悟法自在故，于一切法能证了之。供养僧者，种诸善根，而彼无量资粮增盛。若常信奉于诸佛，则能心即大供养。若能心即大供养，彼人信佛不思议。若常信奉于尊法，则闻佛法无厌足。若闻佛法无厌足，彼人信法不思议。若常信奉清净僧，则得信心不退转。若得信心不退转，彼人信力无能动。若得信力无
能动，则得诸根尽泯力。若得诸根尽泯力，则能远离恶之事。大往等至，王今至心奉师沙门饮食，衣服无不可量。今且略说十五功德，何等十五？一者，闭塞兼贪之心；二者，能开布施心手；三者，能灭无布施福邪见之心；四者，能生果报不亡正见之心；五者，随顺善知识人；六者，远离下五之人；七者，能开诸善道门；八者，能避诸恶趣门；九者，能种善根种子；十者，能拔不善根栽；十一者，能见薄一切诸烦恼结；十二者，能增长一切诸善根分；十三者，能保足一切诸持戒人；十四者，能因为自身所作已作；十五者，能为利益他因作已作。若复有人斋食供养佛及众生，功德有时，云何为时？一、寿命延长；二、形色圆满；三、知解夺利；四、记忆不忘；五、智慧辩才；六、众睹欢喜；七、丰足珍宝；八、人天自在；九、命中升天；十、速证圆寂。如是十种圣妙功德，施佛及僧斋食供养，获如斯果。湖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、香花供养，乃至劝于一人、多人、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，不令恶事辄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恒。众僧者，出三界之福田；父母者，三界内最胜福田。何以故？众生之中有四双、八倍、十二显示，共知得福，尽可成道。种种造饮食，
供养和合众，当感善眷属，同生不动过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阿公确诊了失智症，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。很多时候，确认才会让我们更清楚如何面对未来。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，帮助了我的阿公，也帮助了我的家人。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以广弘三学、阐扬大乘佛法为中心，量戒法为三学之根，僧俗二众入道之基，戒学弘扬为世子重任，未能广弘师罗育植僧种，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正法久住，世界和平，国运昌隆，大乘佛法流布不绝。桃园佛教联社举办传授三坛大戒会，礼请德界和尚、上元下中长老，结摩和尚、上本下净长老，教授和尚、上明下矮大法师，尊佛律制，比丘尼以二部僧中受戒，比丘尼戒坛三师，恭请上弘下安长老尼为德界和尚尼，恭请上明下伟长老尼为结摩和尚尼，恭请上务下人长老尼为教授和尚尼。传戒日期国历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，共35天。在家菩萨戒国历12月1日至12月7日，共7天。受戒资格具足戒，年满20岁以上，正信出家，六根无缺，品性端正者，在家菩萨戒无不良嗜好，身心健康，具正信正见之在家信徒皆可报名参加。受戒费用戒费全免，并结缘三一波具在家戒结缘慢一。报名日期具足戒即日起至国历10月11日止，在家菩萨戒即日起至国历11月17日止。戒会期间需要十方法师善信大德的护持与协助，请洽询办公室桃园佛教联社，地址330桃园市桃园区朝阳街12号，电话03-339-7021 03-339-7021，传真03-339-7020 03-339-7020。报名网址如下，电子信箱如下。欢迎随喜护持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邮政划拨19828097 19828097，户名财团法人桃园佛教联社，银行汇款安泰银行桃园分行，账号00522606665-01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